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四号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阿嬷的菜园啊。阮阿嬷是一个自爱搁骨力的是大人，平常时啊，伊常常去的所在就是伊的菜园啊，遐是伊希望的所在，遐是伊运动的所在，遐嘛是伊变魔术的所在。阿嬷的菜园啊，无外大，差不多一斤到十斤，有种茄仔、咸姜仔、硬菜、地菜、花莲仔，各地种的菜。阿嬷爱煮菜粿、野菜籽、鸭水、芦荟、草草，工课做到做拢袂喘。原本是一块打荒的土地，经过阿嬷的手甲打拼，今仔已经变做一个一个的菜粿啊。野落的菜籽无偌久就发芽，压水了后直直长大，野的菜小只长大。拼看啥人较贤惰，实在有够趣味的。阿嬷嘛有种菜瓜，伊买菜籽来种入土里，芦土坑甲鸡屎堆，甲边仔互伊选择，愈发愈长，愈发愈侪，搁来着几大大蕊黄色的花，蜂仔甲细只叶，拢会来采花蜜，无偌久就生出菜瓜条啊。到甲规爿仔拢是，规爿仔较看过，大大细细的菜瓜，毋知有偌济嘞。臭青菇仔、草莓仔、菜虫嘛来斗落去。阿嬷的菜园仔变甲像花园，对远远看过去，敢若一块彩色的花仔布，有青色的、黄色的、绿仔色的。我甲阿嬷讲，阿嬷，你敢若咧变魔术嘞？笑眯眯的菜园仔，又变出许多无同款的菜。阮住土城，休困日才转去阿嬷家。我甲小弟常爱去菜园仔佚佗，摘草莓仔、掠金菇仔，酸甲毋知啦。小弟会抓菜脯放尿，伊讲要甲阿嬷斗压住，阿嬷会赶紧去摕一罐水，甲放尿的所在压暗。阿嬷讲，若无会咸咸，哎，恁遮的囡仔，生加两个无，放加菜有啦。菜园仔的菜，愈来愈水，愈来愈大丛，拢是阿嬷爱心照顾的结果。阮若要转去土城的时阵，阿嬷会挽少些菜，互阮食顿啦。阿嬷讲，家己种的菜无农药。我的朗读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